对，2018年养的非常好，对，2018年的特点。我的所有病人，对，2018年肯定有不同的看法。2018年我最大的成就是什么？我实在是拿不出什么东西，我只有一个成就，就是把《荷马史诗》读完了。真正到今年到42岁的时候，才把这个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给读完了。然后读完了，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就是说更踏实了。我和南京先锋书店的钱小华先生去了一趟浙江桐庐的戴家山，感动的是年纪很大的老太婆摸着他的手肘啊，就是亲切地看着他，一定是有某一种神秘的力量促进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亲密。40以前的他就会更多的狂妄，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像给自己的少了一些，到了40岁以后呢，就觉得这个世界给自己的多了一些。2019年我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写作变成一种享受，我觉得人还是有希望的。当时是我一个朋友，我们是7、8年的网友，他就有一天，他就看着我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很唯唯诺诺的样子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真正欣赏你的人从来都不是欣赏你故作谦卑的样子，而是欣赏你骄傲的样子。我觉得在这一年其实对我来说算是发现自己和找到自己的一年，明年就是希望能够顺利的出版自己的小说，在更公共的这种表达上面也能够去传递自己的声音。假动作扣到右脚，这球进了，2-0。要说这个2018年让我印象最深的那一刻，那就是世界杯马拉多纳的有一张图片，那当时那个光也打在他那儿，他做这么一个动作啊，像耶稣一样。从我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发展来看吧，那就是网络媒体第一次全程直播了世界杯决赛圈的所有比赛，那么我也是全程参与到里边的解说了。对于2019，尤其在经济领域会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年，不管外界怎么变化，自身的健康那是最重要的。我爸妈看了片子之后说，我今天在荧幕上看到我自己了，我想这是献给我们的吧，谢谢我儿子，希望明年能结婚吧，这可能比较重要。7月份去西宁那个分水营展的时候，每一个参展的人他都会送一个袋子，里边有罐那种啤酒，然后我把那个空的罐子带回北京了，放在我在那摆着。我觉得那个分水营对我来说梦的起航的地方。我觉得今年就是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首先大家认识到我了，然后我也收获了很多新的朋友，新的观众，新的粉丝，新的爱我的人，我们互相定名，他们给我取名叫奶颜，我的粉丝称为颜粒儿，就是奶颜和颜粒儿的这种关系，这两个可爱的名字的诞生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今年我觉得我这一年做的最多就是学习，无论是在家里学习也好，书本上的内容也好，还是我在很多节目当中的成长也好，我觉得这一年是我学到最多东西的一年。主持人足球队成立15年来第一次拿了冠军，而且呢那场比赛我还得了最佳球员奖。我今年开始哈，特别的就注重这个健身减肥，所以我今年呢就开始跑步锻炼身体。比如说今年我收获了很多个人的荣誉以及很多球迷朋友们的认可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同时又拥有了一个
很大的舞台，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。醒过来的都会看到大家，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体会。然后我们四个人在里面一起创作了大地艺术作品，它实现出来了。皮四下，再见2018。观众呢，能够对于我们来讲呢，不离不弃，一直追随着我们。我觉得这一点呢，其实呢，真的是用爱和情感来做了一条非常好的纽带。停滞的滞，更多指向我个人的一个精神状态。我觉得今年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我，看到的一些社会变化，我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解答方式。一开机就发现拍三年，主要是对他们两个人有足够的兴趣，就以至于是忘了其他所有的东西，挣不挣钱呀，拍不拍商业片呀，什么这些所有的都抛在脑后了。古代先贤的文艺作品，书法作品，有很多的其实都是在表达一种忧思啊。这种忧思就是对家国命运、个人命运，对于苍生，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忧、慈悲等等这样的，其实是中国民族的这种深处的想法吧。对，2019年的愿望就是依然能活着把这一年走完。我觉得能活着拍这个下面这个安静的人，我就特别满足。家里人得知我在写作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特别反对的。我妈妈的态度就比较不同，她也不懂写作这回事，但是她就对我说，你要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结束治疗之后的这两年，我其实一直都待在家里面，癌症没有治愈这回事。这两年我和我的家人其实一直都是特别小心翼翼的在生活。2018年真的是在挺过来，因为伤病没好，然后训练方面也不是那么的合适，所以就是说也不敢出去比赛，因为怕比得不好，怕大家会怪我，所以就2018年在各种就是纠结当中挺过来。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比较伤感，我慈祥的恩师施圣杰先生的离开。师父就是告诉我们，热爱生活，热爱生命，热爱事业，热爱舞台。我是铁盖。所以说我觉得，然后这个累不是说这个真正的体力的累，而是就是说你可能你的知识层面和你自己要做的东西，你要慢慢就用心的去想它，去做它。就这次无人区穿越，然后我对我感触非常大。盗掘挖矿的那些人，把那个无人区已经压出一条路出来了，比农村的路还要好。让我的腰子掰得越来越好了，完了让所有老弟都知道有我们黑河这个地方，完了来黑河找妖姐吃大腰子，特别感动耶。我就是眼睛特别小，普通话特别标准，大家一说话大家就不爱笑的宋启宇，谢谢大家。今年其实是特别难的一年，我做了很多事儿，都没有成。但是后来发现电视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的，就是巨大的。就最长的时候是，哎，我好像认识你，认识你，哎，何振世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我就希望呢，这个运气能够陪伴每一个人，然后陪伴每一个创业或者是工作或者是有梦想的人，然后实现。